大家好，我是 David， Google 工程师。今日我同大家介绍一项最新嘅 Google 输入工具——广东话输入法。Google 输入工具支援不同嘅 Google 产品，例如 Gmail、Google Drive。今日我会介绍一下 Google 输入工具 Chrome Extension。喺 Google 输入 Google Input Tools 或者 Google 输入工具，你就可以喺 Chrome Web Store 上面找到呢個程式，跟住指示，然後加入 Chrome， 咁就得噶啦。安裝完成後，你會喺右上角見到個 icon， 撳一下個 icon， 然後撳 Extension Options， 喺左邊選擇廣東話輸入法，加到去右邊，咁就得噶啦。我哋一齊試下寫個 Google Plus 嘅 post 先。今日媽咪生日，等我寫個生日快樂嘅 post 俾佢先。喺右上角嗰個 icon， 選擇廣東話，咁你就可以開始打廣東話輸入法噶啦。媽咪生日快樂，廣東話輸入法打英文都得噶，唔需要換來換去。你打 David。按 Enter， 咁就得噶啦。如果唔知道正確嘅讀音點算咧？唔使驚。譬如話，如果你想打個李字，你可以試下 L A Y， 又或者 N A Y， 又或者 L E I， 點樣打你都可以出到你想要嘅字。如果你經常要用到其他外國語言，例如法文，或者漢語拼音，我哋都支持噶。句子，廣東話輸入法唔需要一個一個字打嘅，可以兩個字或者以上，其實建議會更加準。我哋就俾個例子先。我想食叉燒包。跟住按 space， 咁就得噶啦。廣東話輸入法其中一個特點就係支援口頭語，我哋試一試啊。Sorry 啊，你哋幾隻騎呢怪，想食咩？多謝收睇呢個 video， 而家就快啲去試下啦。